都是它的草，它吃草的。大家好啊，现在在这个东投公路的桥下，雨后来看看状况如何。好啦，待会试试看。那边看起来有积过水，水有流过来，所以要小心。以溪流状况来看的话，这样子交汇过来，那一个地方是最佳的。一样啊，鲫鱼有另外一排的跟那个万香王1:1的比例。
好看。待会可能要下雨了，那今天。
天的钓鱼就到此结束啦、啊。我那边的天空都变黑了，变黑了，对吧？所以嘞，准备撤离了。好了，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